好，我们现在 demo 是在 Touch Panel V2 版上去跑 Enjoy 2.3 的作业系统。那当你的装置都装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就接上电源。那接上电源以后呢，我们就等待它开机。开机呢需要一点时间。开机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先来 demo 一下它的 WiFi 功能。那我们进到 setting 里面的无线网络，那无线网络呢目前是开启的，所以呢我们来连线。可以看到它目前已经连线成功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开启网页测试一下。可以看到它连线呢是 OK 的。然后呢，它侧边呢这些按钮呢功能也都是正常的。然后测试返回上页、返回首页，所以这些功能都是正常的。那在 USB 的部分呢，我们就像 USB 滑鼠，可以看到滑鼠是可以使用的，所以呢，一样的，我们也可以接上 USB 的键盘，那就可以以外接的滑鼠跟键盘来操作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接上 HDMI 转 DVI-D 的萤幕呢，然后就可以同时看到。在 DVI-D 萤幕上呢，显示的是跟 Touch Panel 上的萤幕是一样的。